听到哒哒哒的声音和这个红色的关注证明已经在开始操作了。暂停，我们返回看一下手动模式，这两个模块跟这个是一样的操作。现在说一下手动模式，手动模式这里呢是一个能量，同样的最高100最低10，这个是组合，有分别有五个组合，每一个组合都可以单独的调节频率和时间。比如组合一，我们可以把它的时间频率加到25，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加到35秒。组合二，频率我们也稍微加一点，时间也加一点。这个是组合三，我们都可以随意调节，需要调多少调多少。然后这个序列组合就是我们刚刚调好的一个组合一二三，可以把它两个三个组合起来。这个是一个序列周期，就是这三个组合的一个时间加起来是101秒。这个间隔时间是三个组合的一个操作间隔时间，我们都可以加。调好这些之后，我们直接按这个启动就可以操作了。要按暂停。以上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界面介绍。我们现在讲解一下操作。先讲自动模式，复合神经。我们调好位置之后，按这里能量，先30开始启动。听到这个哒哒哒的声音，就是已经开始在操作了。我们根据客户的一个承受度，给他加减能量。这个就是一个骨骼神经的一个腰部操作。然后我们按暂停，现在看一下疼痛缓解。疼痛缓解的话，我们操作肩的这个位置，按启动。在操作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询问一下客户，他如果能接受这个承受度的话，我们可以加；如果不能接受的话呢，我们就往上降。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这个示范操作就到这里，先按暂停。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的一个手动模式。手动模式我们操作的部位是膝盖，我们这里是组合一，我们把频率调到20，然后组合二我们也把频率调一下，调到10，组合三我们也调一下，根据客户的一个承受度去调。然后这里我们选三个频率，三个组合，直接默认15分钟的话，我们现在操作的话就调1分钟，按开始启动就行了。组合一二三四五都是一个独立调节它的频率和时间的。